我想这对于习近平先生本人或者是 CCP 中共本身发生战争对他是非常不利的。一个原因是以前的越战跟韩战是 Grand Battle， 然后在东海、台海跟南海，它是一个西 Battle， 很依赖科技，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一点是解放军目前还无法就是有把握获胜的。所谓的升级 escalation 的部分，我想目前就是不管是北京、华盛顿或台北，都尽可能的不想让这种形式出现。即便是你打赢了啊，他必须要假设说你打赢了以后啊，你要怎么办？台湾要怎么办？他必须要有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案嘛。啊，这个方案呢，现在还没有浮现出来，看不出来。